就感觉真的是有风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啊，我有大密码，注意。恐怖。你可以上去看有没有办法捡到东东。我刚刚有把两颗 Q 出来。那个风很强，狂风暴雨啊，动不了啊。小哥，你看我。你怎么穿上全身黄金？黄金圣斗士。来来来，圣斗士还有经验品，还有四个不死毒蚕。啊！有风！有风！我刚刚已经说过，所以中间桥要小心，那个桥不要乱走。对，那个桥很危险，只能走桥而已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你可以绕旁边那边是安全。它有一个石头叫回归石，它就是那个吧？回归石可不可以放在他们的家？可是它是联合到队友，团团在这里哦，巧克力团在这里，我知道。躲起来，躲起来！我刚刚是抓着那个杆杆，对，没有垂下去。喂，我要存一套衣服进去哦。好。啊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那个，有没有人在中间 ？No。我没有电池。为什么你是黄金圣斗士？帅啊！这风啊！他们就是个风啊！救我！啊！救我！他们很多都过来了，我们要小心，要小心！黄金圣斗士没了，圣斗士我掉下去，我掉下去了。黄金圣斗士被风吹掉了，我一翻倒下去。那个风很假，那风很假。我们有没有人在农装备之类的？那风会把虫拦。在哪去打？我等一下，我有些人要农一下装备哦。你那么多黄金可以干嘛？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他就是拿一堆黄金过来。我的箱子都是黄金啊！嗯，好好好。他自己在上面。我个人懒惰，我就买多一点的套装，之后有人要就套装。那个风好可怕。为什么他进这四个套装？他附魔啊，至少强力二了吧？可是我拿在右，我拿在另外一边哦，多剑的，拿在另外一边哦。没有剑，攻的防御都一样，伤害都一样啊。哦，对哈。我是说他的衣服是有附什么反的？对，我们没有弄附魔牌啊，其实可以。不是啊，我没绿宝石了，巧克力嘞。我领，我捡一点点。哦，我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说怎么绿宝石都没了。我领。我把它换一些装备在家里。等下那个200，你弄个。不是他家里的绿宝石不是要先存着吗？没有，箱子里的啦。你先弄一个附魔台、附魔岛，我们弄一下附魔装。我说箱子里的啦。可以吗？啊，好好好。哦，箱子里的我就不知道。我放一些回去。二十几个瞬间没有。我刚刚用的绿宝石都是领出来的哦，我没有领了。捡一下。装备。我跳失败，我潜入他们家，希望没问题。他有个不是够边缘，我在挖他们。风的可怕，看一下，刚刚经过的时候好可怕。我不敢走中间，我都走旁边。两下，拜托两下，1000分，1000分，一千分。哎呀，就1000分，一千分。OK， 慢慢来。点。天哪，中间太可怕了。200，我们需要那个附魔。做好。好。这不需要核心。现在。不用。箱子我有放一些哦，绿宝石。OK。我们现在就你们可以弄一下附魔啊。对。空桥。桥生成，吓到我。还好，因为现在已经大家都是直接脸了，不会像上第一场那样。对，因为被风吹走了。小心。我们的铁锭24个。我在想办法去偷他们。因为有没有听到？因为在被打。目前有的路，他们想要走最右边过来啦，所以最右边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。没问题。
天！哎，希望没有被发现。我在存新的岛。没有被发现，没有被发现。偷偷摸摸，偷偷摸摸，被看到，被看到了。你也不要偷看我，不要乱看。哎，哇哇哇哇哇！一下。没有挖很多，你们不要乱来。哦、已经过了、哦。两下。对。好、哎。现在可以买新的那个岛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没了没了，又挖两下，又挖两下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不急不急。新的岛也可以用。不急不急。我在想，他都挖的岛可以附魔吗？耐久三其实可以耶。好。吗？像不。好像不行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他有附魔就不能。他应该有附魔，就是叫我们别附了。啊、哦，好好好，口头宣导。自主遵守啊，自主遵守，自主遵守。OK OK， 箱子也有一些绿宝石哦，都可以用。哦，你忘了带镐出门？贴贴贴，我真觉得那个镐真的很容易忘了带。嗯，所以铁的生成有了吗？加倍用好了。哦。OK， 一定差一个。贴贴贴贴贴贴，牛排也太慢了吧！贴贴贴贴贴贴。想拿个牛排有个酒，是不是都被你拿走了？小雨，你那吃货，我十块。嗯，路过就一直捡。哎、欸，2020，想过吗？想干嘛？啊？什么什么？哦，上一场我们是敌人。对。他刚刚叫你不要。想干嘛？我刚刚连续回你，我想说为什么砍不了你？你手不会痛。20表示难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满脸问号。我满脸问号。哎、欸，他们在右边一直想要盖过来，可能要稍微小心哦。啊！一拳你白痴，一拳自己掉下去了。有感觉那个上面很多装备耶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他们一直在偷盖。那盒里面很多装备，有点想要去捡。那可是音乐的吧？他们把我们这边路都盖到了。哎、欸，那个中间帮忙。团团要来哦，团团要来哦，团团团团团团出来守，出来守，要防要防哦，可以做什么地方？家里交给你们了，要防哦，真的要防哦。好啊，二零不用了啦，你先便宜货，我们有的是钱，好不好？来了，哎，家里哎就，家里有没有人在防？有有，我们上来，我们上来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。家里，我有奖哦！家里，我有奖哦！哎、欸，我怎么一百年前就说了？哎，团团怎么打不死啊？哇，好快哦！团团交给吗？还有一个刚刚。之前一次挖八下了。啊！很小心，好不好？那个附魔主要武器啊，武器先提升强一点，甚至有斧头。嗯，好。那时候这个弄附魔就是要来防守，挡住他们。好。包装没了。二零，你都在干嘛？二零耍飞啊！哇，讲二零，二零，听我说，我在理直气壮。嘿，真的。哎，你我们两个。去免洗冲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听从我听话。他们可以这么乖。你全套每次都是全套钻石装哦，然后带着核心破坏镐。你现在有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免费的、啊，不要用有附魔的。哈哈，在免费的、啊，免费后面有。对对。哦，是后面那个。我帮你们多买几套放着好了，你们。我刚刚有存很多。嗯、哦。啊、重点是我觉得就是前面要真的要看看仔细，嗯，二零你来了吗？嘿，在来了，走走走走走。那、啊、中间岛就不用直接穿越，走右边，哦，就可以过来了。对，嗯，右边，对，哦，反正我觉得等一下这里啊，嗯，这旁边如果都可以盖一些岛，这样就可以连接过去会更好，我们的进攻路线就更多了。嗯，不然都会被他们看出来。他们三个冲我们家喽！从右边来，我来了。2020，我们冲，防守交给他们。啊！哎，哇，击退他，哇，好痛哦！加油，他们来了。好。他们腹超痛的。我去底下，我去底下。啊！
来喽来喽来喽！他没有喝药水是不是？那个有一个要上了，有一个要上喽。我那个很能绕，很能绕。小玉小玉来了，等在后面喽。有我来他们家。好，你挖你挖你挖。小玉小玉后面有一个，后面有一个，刚刚。有挖超多下，哇！几推几推几推。哇，漂亮漂亮漂亮！哎、欸，有没有帮我打杠杠啊、欸？我们再追另一个。两个两个。杠杠杠杠，你们哦，下面还有一个一拳。好。刚掉去了。哇，来，因为他们有三个人，三个人来。冲啊冲啊 ！OK OK， 一拳逃跑，一拳逃跑。结束结束结束。守住。对。干嘛？怎么倒抽 ？OK OK， 二零刚很棒。耶、yeah, ，有了。有有，我们可以再一波再一波。家里面现在是绿宝石比铁多，尽量用，尽量用，尽量用。对，箱子不够多哎、欸。那我看一下，箱子不够大，装备太少、啊。反不是你金锭可以丢旁边啊。对哦，我放那个好，我放那个，我放竹节箱。珍奇商人有药水，猛跳药 水, 水，十个。他们刚好像是有人喝药水呀。我们绿宝石很多是不是？对，我们绿宝石超多。好，我都领出来，先卖买一个守护的。那马王刚就是在家里准备东西就冲进来，信不信？嗯。你们刚刚是这样子吗？就突然被入侵？对啊。绿宝石存货也残酷。哦，没看到啊，人就到家里。偷偷摸摸，我这边放一个守卫者。人来喽、哦！弓箭兵，他是一个弓箭兵。哦，是你哦。啊，我们可以放那个绿宝石，什么绿宝石还是什么青金石上面可以放守卫者，可以让我已经放了，我就是放了。应该可以放两个吧？一个弓箭兵。不是，还有一个是挖掘减速的。哦，是哦，还有别的。哦。好、就是欸，他们要准备过来哦，你们先准备一下哦。二零零，我们准备进攻。他们三个人哦。好、嗯。哦。功力三，完了完了，相遇相遇，他相遇不知，应该很血，应该残血了，下去下去，中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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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一个一个快到了快到，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，喂，哎、欸、那个猛跳一下子就没了，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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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零又来了吗？没，打，那我打刚刚，他家里只有哈记。我等你，我在他们家。二零，你在哪？没有，我快点。我门口了。我们两边一起，好好，他们注意目，注意力在我这。你偷啊，你偷啊，交给你。哦 ，nice， 二零。哦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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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快哦！哦，这是一个互换哎，好可怕、啊。真的。哎、欸，他们死回在里面啊！哎呀，哎呀。边缘战法、啊，哎、欸，那个哭弓王是打到他、欸，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对，我怕回到他，还射到我，嗯，他有极特，他还射到我，像大团长啊，我被射到打走了，突然被打超远，上来上来，怎么跑到指令室了？哦。边缘战士二零零，这个不是二零零啊，这个追加搭档我们打不赢啊，真的，差点被你们那一波给打到，一次加四千分，不得了啊，差点就赢了，我就在那边一直冲，然后我就看到哈基在守，我就说二零快一点快一点，原来是故意的，欸、你的弓怎么那么痛啊？你说谁的？我的吗？你的、啊？没有啊，正常的是内九三、啊。是正常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被射到掉下去的。音乐风大不大、啊啊？有一点。那个风真的超白痴的哎、欸！我一开始就被吹下去，我身上还带满东西，很开心的走那个桥呢，就咻。就是掉到一辆。作者已经。所以地上那些东西是你的、啊。没有，是你的，你也有，好不好？你少来，我就看到你。明明就你先的。哇，这个要上来好难哦，要跑那个楼梯。对啊。我觉得珠宝核心差太多了，大家都攻珠宝核心就好了。主要就是要专门攻珠宝的啊。买、嗯。哇，
就是要想办法。可是你们那边盖一条路，盖超长的，从旁边延伸过去啊。对啊，一定要啊。嗯，刺激刺激。可是我刚使用背水一战失败。嗯，他还有一张地图，我们至少先把这三张玩完。哎呦，好。哎，其实小哥，你刚刚可以拿着那个去冲哎，拿什么？不是，就是不死图腾。不死图腾哦，对。我们那个其实这个岛在下面有，有找到大秘宝。嗯，一堆没用的东西。在那个瀑布的底下。瀑布的底下，对对对，那边大秘宝，不能再偷看了。然后是有很多的复活图腾啊，然后还有很多的黄金，然后重点是那些黄金都塞满我们箱子，真的箱子超满的，挖不下来干嘛？难怪有黄金没用，然后又把箱子满，是你扔掉啊？傻眼。对，黄金好像不能干嘛、欸？不能干嘛？你可以把黄金喷到我们的那个回收站啊，然后再把我们那边的、欸，对哦，哎呦，我们再来挑战的是自焰鬼谷，听说很多 buff， 听起来很可怕哦，很多 buff 吗？很多 buff， 我不知道，很多 buff 吧。很多爸爸陆陆续续的回家了。哇，岩浆战场啊，岩浆战场，好不好？